刚才那个左手，左胳膊的肘关节痛啊，左胳膊的肘关节痛啊，现在开始按张了啊，那个变形金刚啊，把那个该放的位置它搬起来发啊，搬起来发啊，到时候正式开始了啊，刚才是拿下了，现在正式开始了啊，正式开始拿的时候，拿的时候就胳膊上有酸的感觉啊，正式开始在按张了啊，正式开始按张，按张它是胳膊有酸。肩膀有酸的感觉啊，一个个举起来啊，一个个举起来，正式开始了啊，一个个举起来啊，一个个举起来，一个个举起来啊，一个个举起来，一个个举起来啊，一个个举起来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像两个地方年龄上看起来就有点不一样啊，这边看起来。年龄还大一点啊，更接近我现在的长相，那边更接近于，我离开那个中国的时候的那个长相啊，离开那个时候的长相啊，这个是现在的啊，这个是过去的啊，但人家看还是知道是同一个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啊。